颈椎有点疼哦。嗯，我说打麻醉有点疼也，啊，忍一下。有点疼吧，疼就讲哦。哎呦，又是个纱布。没呢，不着急啊。反正找的不对。它今天深度是2公分以上。一个针头是2.5公分，所以一般我们一个针头全部要进去。疼吗？疼就讲哦。现在疼不疼？现在不疼啊。好硬啊，这个胸膜。嗯。叫什么名字？铁环呢？铁环呢？这是麻点吗？对，这是麻药哦。我在哪一直流？我呀，不管是一样不走，没了，没关系，不走。他们太刮了，反正家里那个太厚了。太厚了，穿不动啊，到不了胸膜腔了，居然。是小人没看到。小人没看到。嗯。又打了。对，又打麻药了哦。嗯。疼啊！我胆子还缺少，没管这水缺少不少。进去啊！进去进去，就他就是要这么深。好歹白吃少了。好了，打好了啊！哎呦，挂胆子了。你手干净。把蛋白吃的少。不起来，他缺少。啊。脚总是主要就是不走，老天天摆着。对呀，护士讲的打针还是花。把它拧下来，就帮我堵上啊。嗯。哎呦！把它抽过去，钢丝抽过去。还好吧，还好。有不舒服就讲哦。不先关吗？先帮我穿吧，眼睛不行，穿不进去。
不讲。妈呀，因为夹了以后，它那个导丝就出来了。嗯。你们检查的那些东西没拿，管子什么的。啊，那个不拿，我们后面再弄。我拿了个5号升的。哦哦，这个要打开吗？啊，打开吧。早就开了。嗯。都开了。拿就好了啊。等会儿就知道吗？没呢，拿就好了。已经进去了管子啊，这15啊。15，没感觉啊？太快了，疼吗？疼吗？不疼，不疼，没关系。我说的不疼，但是你水平高。感觉疼你就讲，疼我就轻点，慢一点。好多那个稀稀拉拉的，你看，嗯，这个管子，这管子封管的时候要拿一个封管液冲一下，然后再封，哦，要不它可能就会堵，这个里面就稀稀了吗？稀稀。拔掉。这个水流的做检查啊，哦。我看看。你看看。哇，这都是我的营养。对，这都是你的营养啊。嗯，没用到正地方去。是的。进去了。记得我父亲光吃水吃了好多斤，6-7斤。体位有关系，它那个皮下比较厚，我贴的时候要这样贴才好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这个拧这个的时候要注意，里面不要有水，有水的话就下次下不下来了。哦，不粘住。反正就是这样，只要你这个消毒，因为我们后面会把它消毒，然后再消毒。这就不让你。
就要往内上挪一挪，把那个皮下。不要再困成那样。你说重新定位就是，就是把这就是往出出贴的时候，贴的时候就，要这样它就留了。我少吃一点。就等一会儿啊、哦。它这个里面它就是管子比较软，就是不好。它这样它就开始流了。嗯。我要这边切的话，这样切吧，再留吧。擦一下，最干净的吧。嗯。那东西就肯定要差一点哎，贵它有贵的道理，对吧？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贴在里面，嗯，它就不容易掉。对，没粘上。这个模子没有切。胶布，我口袋里有，你脱手。这边贴一点。哎，现在后期有必要了。横着这样贴在上面，贴在这个地方，上面再高点。就是这，要贴到这个地上面。这啊，对。这儿贴一道，等会儿下袋子的时候就把这个干松放里。